的。小哥哥，你少女心爆棚了吗？小哥哥，这是干嘛呢？怎么现在不抱我还抱起熊来了？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来，你跟我说，怎么抱这只熊？为什么抱这只？抱这只熊？小哥哥，小哥哥，你回来了。你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数字是几啊？没有啊，我认为是五。为啥？你把手伸出来。第一，跟大家说声晚安吧。OK。好哈，这次让我抓个现行哈。干什么呢？啊？一天到喝的给我啊！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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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say meow.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say meow.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then you really want to show i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say meow. 有天我睡醒之后，发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面是我曾经最好的兄弟。呀，爸，牵着呢。倪凯杰，倪凯杰，我是雪刚。我操，你要冷死我！哎，你亲口吻了是吧？不是。小哥哥，小哥哥，你我给你个东西好吗？不好。妈了逼，伸手。我给你好吗？不香就得要。啊，挺正的。哥，我中吗？中。是因为我是你的全世界吗？多沉，你心里没点逼数吗？还全世界呢。靠近你的耳朵，撒了黑油，不嫌太多，对你说。靠近你的耳朵。